那个是一种菌哈、喔，那这种菌呢就会附在这个树木上，就会把那个红怪蛀掉哈、喔。啊，无其实红怪足有油，哦，那伊根本哦无啥会蛀哈。你看咱去的下落去，每日去的厝啊茶，哦，十年一百年拢要够有芳贵哈。它的油脂哦、喔、非常好哈、喔。哦，那全世界这种红怪大概有七个国家有产哦、喔。那只有台湾产的香气比较好哈，那日本也有，那泰国哦，美国也有，不过呢，他们就没有像台湾的这个块木哦，这个精油这么丰富哈，这么香。那这个就是五雄桥，那以前的五雄桥就在我们现在要经过这个地方。
了吧？车顶的斧头要出来了。不要这样子啦，爬山要快乐。嗨嗨，汤米哥来，紧走路走路走路，走路我要接伊个塔关山去嘞，就往遐一个塔关山啦。过了一了，好。然后再转过来，哎，我们的人往下走。Yeah.